我刚亲眼看见一个矮子把他藏在最上面的货柜上面，是不是全天下的矮子都觉得藏在上面特别安全？不用下巴这么看见，准都我都替他尴尬。超市哪来的偷税贼啊？我明明藏在货架最后面了，居然还是被人发现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 几层？46。谢谢。哎呀，好尴尬呀！他肯定觉得我特别的矮矮矬穷丑，仓鼠一样。不行，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 我够得到的，我就是今天拿太多东西了，我真的够得到。啊。